欢迎收看五 G 名人论坛，我是陈耀先。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嘉宾是丹士利刘万腾博士，他也是明都鲁上市公司的董事。丹士利你好。好。我想问一下丹士利，因为你在经济方面很有研究，尤其是在这个你是身为是个 Chartered Accountant 啊，在这经济方面又是一个商人，可以又有theory 又有这个实践的经验啊。我想问一下，这次的金融海啸对我们马来西亚公司，尤其是这个制造业啊，还有这个房地产啊，这个建筑业影响有多深？全世界都影响到。马来西亚的经济是一路来靠我们出口的，我们是 export 来出口的，可是这一次出口，我们跟我们买东西的人，美国、欧洲都是很严重的影响，那个经济风暴变成他们不会跟我们买，那么我们出口就会受伤。还有我们马来西亚的经济，就是说我们人数少，美国没有市场，没有类似的，没有类似，变成我们一路来就是依赖到我们出口，如果出口很难卖东西，变成我们经济会影响到很严重。不只是出产 manufacturing， 我们的 services， 我们的property 房地产也是影响到很严重，因为我们国家赚的钱都是出口影响到的，好像我们的汽油、我们的 palm oil、CPO， 全部中油中油全部下去，全部都跌，又没有人买。所以这一次我们也不知道要几时才会好这个情况。是我们的这个出口大约是占点我们的这个 GDP 的3倍了，我们的 GDP 大约是3000多亿马币了，出口大约是去年差不多1兆马币，所以是非常依赖这个出口这个国家。所以第一波我们受影响的肯定是我们的工业了，然后第二波肯定受影响就是房地产啊，还有汽车业啊，这些人民所需要的那些这个比较贵一点的东西啦，不是我们的常用品的东西都肯定会受影响啊。所以如果这方面方面这个经济这样会影响你整个集团，你又有这个所谓很多不同的房地产行业啊，又有这个什么 oil and gas 那个明都鲁这个工业啊，这个公司，还有这个所谓的销售公司是吧，那个妖姬是吧，所以这次的经济海啸对你的公司影响有多大？我们的公司在 oil and gas 那个汽油那边不大影响，因为我们 supply 那个 industrial gas 给大公司，给 Petronas， 这个很需要，不大影响到。可是 supermarket， 我们发现到过了新年，那个那些气球比较少一点，我们还在看着。